背负家丧，君子为业，同助贤圣。我上不许国王大臣住在家者，以赎正法，以鞭葬崔考及身，或系比牢狱，或服河马，或肢解肢解，或断其面，旷以非法。从前头一段一段的佛说的法，有这段对这王佛说，这一类的破戒比丘，破重罪的一些比丘，那侵犯一些国丘，那破坏生气和合众的比丘，乃至于越法罪，这一段就说的越法罪啊。虽然他犯的越法罪，这一类的破戒比丘，佛说我不听取那个旃陀罗国王，或者是大臣，或者旃陀罗大臣，用这个世间法，来治这个破戒那行比丘。所有这一段经文呐，佛所说的法，那得信三宝的呀。那现在不信三宝的，他连懂都不懂的，什么这个罪那个罪的，没有这一说了。他连你三宝根本都不信，他也不管什么破戒比丘、好比丘，根本不许你当比丘。哪有人破戒不破戒啊？这个佛说的，在印度那个时代，大多数都尊重三宝。那你现在世界好多伊斯兰国家，他信的佛教啊，根本不知道的。这些法呀，只是对于佛教的国家说学。现在的罪呢？现在的国王啊，哪个国家呀？他这国家根本不知道佛法啊。那什么破戒比丘、好比丘，他也不知道戒呀，他能知道戒吗？这些个佛是在印度那个国度说的。那像我们中国、像日本、像这个泰国、缅甸、亚洲国家可以，你到南美去、阿拉伯世界去，那根本不知道这个什么佛教啊。因此呢，你要懂得这个道理。什么道理呢？因缘所生法。你大地虽然您说这是做事末世的那行的，这还是懂得佛教的国家。现在不懂得佛教的国家，他相信什么因果呀？没有相信因果的，不信。现在整个的人类唯利是图，都追求的钱。在这个时代里头，就是咱们中国说吧，他知道什么是破戒的，什么是守戒的比丘，什么叫戒，还能懂得懂吗？不能懂。就是凡是在家的国王大臣，用在家的法律来制裁出家众，甚至有些国度不听许你出家，那时候还有讷王、有善王、有国王，现在没有善王了，找不到一个受戒的国王，找一个善人的国王吗？现在是民主议会制度，大家学这个法呀，
知道这个意思，就是现在都是能，没有散的。佛说这个法的时候，是指是在印度那个时代。您都不明白佛教的，没有。那现在当前的世界，明白佛教的，明白这些戒律的也没有。咱们是关上门，咱们自己在这里头讲。所以呀、法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有这个因，有这个缘，当知持法。这些法都是给在家说的。要能对待我们三宝弟子，应该怎么对待？但是这些个国王啊，宰官呢、他能闻到咱们这个法吗？他机会闻到了，能信吗？但是我们自己的佛弟子应该懂得，我们自己要互相尊重。我们对破戒必修，我们把它不厌弃它，不毁谤它，尽到我们的份就好了。然后头一项听到说我们五台山假和尚、假出家人很多，他为什么要当假喇嘛、当假和尚呢？有利可图啊！你今天那个特别事，先生在特别多，如果你没要钱，他还当吗？当假和尚，真和尚恐怕都当不成，还当假的吗？这叫时节因缘啊！说学法呀，哟，你脑子要活动一点，别拿这个去要求，办不到的，办不到的。就是我们自己，我们僧团，我们信佛的人，我们对待这些个恶性的比丘，不改的，只能跟他不工作，也不去伤害他，懂得这个道理就行了。善男子要有比丘，以根本性的重罪中，随犯一罪，随蒙破戒，哪行比丘，而以亲教和合的生动当中，乃至气说所学的思罗，他把他学说的戒呀、全不管了，全不学了，但是他有出家那个习气，出过家了，当过出家的比丘、比丘尼，他还有那习气存在着，他没有断那个习气。说他随缘还俗，把所学的废弃，这思罗把戒律全弃舍了，但是出过一段家呀，还有点那个佛教的味道，说是白法的香气他学过白法，也学清净法，还有那个余香。说国王大臣呢，在家的呢，没有留意，说对这个破戒比丘也不应能轻慢，也不应能宰法。如是比丘，虽非法器，退是圣法，就是破戒的那性比丘啊，但是不能在轻重里头共住，
破坏大众清净众，破坏了一切法门的法事，他再不能享受了十方供养的生物，他没有的，没有这个权利享受了。但是现在前头咱们讲过了啊，他跟这哪国王、哪大臣做很好的朋友，他非要拿在僧团里头，僧团的僧众怎么办呢？离开这个地方，让那个性比丘离开。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，离到什么地方去啊？离开了哪性比丘又来了，他有哪势力吗？从咱们现实僧团当中，现实僧团当中，能依着佛在世的戒律行持的这种道场有吗？在南阎浮提没有，我所知道的没有。啊，即使这种清净僧都没有，你又把这些个破戒的比丘，他要不说，你又怎么知道呢？甚至他说了，乃至于他需养妻子、需养财富，乃至他开的有公司，你能有什么权利把他逼出僧团之外去啊？没有这个力量。对现实的生活当中，这些法，这些法啊，我们知道末法时候是到什么时候了，认清就好了。佛的教导，连那四众弟子都不遵守，还让那些个哪国王、哪大臣来遵守啊？办不到的了，办不到了。但是我们学就断了，认识当前的社会形势，认识现在我们出家，为什么此度专读大乘？大乘，大乘就包含这意思，圆融，咱们讲《华经》的含义，《华经》的含义就是你心里的广大，像法界那样的，像虚空一样的，要容纳，那是毗卢遮那佛，毗卢遮那佛，因此入世啊，不能把我们现在所学的用不上，但是用于自己，不是向外动，用给别人。但是人们用我们自己，就说我给佛当寺，除了出家也好，在家也好，我一次护持正法，绝不做一个败坏佛门，像大济十人经所说的这样吗？前头是这样学，等到学到十三轮，来到学着最后不是大乘十轮吗？学地藏王菩萨，地藏王菩萨是包容的，哪一类众生都能包容，所以到地狱度众生去，包容着一切的，要这样的学啊，不是要么学完了来看比丘过，看那比丘比丘的哪性的比丘，佛就说个故事啊，说历史的故事，
这个历史长了，不是咱们讲的历史，五千年、五万年比这个长得多。咱们这一说多少劫，无量劫，嗯，以下是佛说的故事，所以者何？什么道理？为什么这样说？善男子，我跟地藏王菩萨说啊，乃往过去，没有时间性的，过去啊，有这么一个国，叫迦舍国。这个国家的国王呢，叫范寿，当然是旃陀罗了，那国王就是持旃陀罗找那人，这个那国王找了那人，跟着那人说，说有个大象王，有个大象王，这个大象呢，象中之王，这象叫青莲墨，大象王的名字是青莲墨，六牙俱足，大象啊长六个牙齿，一般的象啊很少有六个牙齿，现在的象没有六个牙齿，凡是长六牙的都有点道行了，六牙白象，就是象本身的福报也很大。在什么地方住呢？在雪山边上住。说这个呀，青莲木的象王，居住六牙，住在那个雪山边上。说你们几个去把他牙给我拔来。就是个范寿国王叫这五个哪人旃陀罗啊，去拔那个象王的白象，取那个牙齿。如果那五个人把象牙取来，就奖励你们；如果象牙取不来啊，你们五个也不要活了。无活意就是我要把你们整死，用刑法把你们，或者杀戮，或者什么事儿。因为这个在范寿的这个旃陀罗王呢，他信仰的是外道，他毁灭佛法，啊，所以这个象王呢是个善良的、有道的，嗯。那么尊重邪教，毁谤正法，所以这个哪王啊很哪呀，所以他容不得好的。而且这个象王的牙，六牙白象是宝贝，说让这五个人呢去取那个象王的牙。那这五个哪人是沾到了维护神命，你去拔象牙不找死吗？那象一塌就把你塌死了，你还得拔他的牙呢。嗯，人家讲，那这几个旃陀罗啊，他保护他生命，怎么办呢？带上弓箭，披顶袈裟，历史性的了，找个瓷颜色的，就红颜色的啊，瓷色的。袈裟就沾皮的衣，银如衣，咱们这叫谢托佛。袈裟没找到，找几个条头，说坏的袈裟，一人披一个，披那坏家布条，欺诈这个象，诈现威仪，披上袈裟。往那雪山边上去了，就到了象王的地方，十匹母象，那个象王啊，他的女的就是母象，看见有人来，而且来的人呢
知识弓箭很恐怖，恐怖，迟早啊就跑得很快，跑到项王跟前去说：“白眼大王，这是项王了吗？”项跟着项王说：“说有人来了，张弓敛箭，恐怕对你不利呀、啊，对我不利。”然后走的不正常，许行是瞻，就窥察的意思，一边走一边看，他们来到我们的地方了，他可能就是害母来的，害母来的，就是走得很慢，然后带着弓箭，说他不怀好意啊，好意。母相跟项王说：“项王闻矣。”项王听着母相跟他说呀，他就抬头啊，看看，一看呢，来这几个人呢，替书徐发，着袈裟衣，披着有袈裟。他跟母相就说了，用顺子说。被秦劫杀等诸佛发闯相，观此离肉呢，必不害众生。说来的几人呢，剃出须发，披着袈裟，现的诸佛的法相。说你不要担心，他们不会伤害众生的。我这都是佛的弟子，都是慈悲心具足的，离了住那了，披袈裟的人离了住那了，他还能伤害众生吗？赞叹这个法医，一般的说，披上袈裟的，只要要披袈裟，袈裟有五种德，佛佛都有披袈裟是受了戒了，他破了戒还会恢复的，只要披过袈裟呢。天龙八部鬼神，如果得到袈裟的少份，未来小宗大三成不退，那是未来啊，只要披过袈裟呢。要是神鬼得到袈裟的少份，乃至最少的四寸啊，四寸很少了，半尺不到，四寸啊，那鬼神呢，那鬼呢，他就不会再当恶鬼了，饮食就从了得杀杀少分。要是对有袈裟的恭敬，如果是跟敌对的时候，跟敌人敌对的时候，能够怀胜利。这个项王向母相说再来这几个人呢，都披着袈裟的，他们慈心很重的，不会伤害母的。那母相啊也用偈颂来答复这个项王：随时披法服，而持支持弓箭，是那战头喽，乐那无悲悯呢。母相说：“大王啊，你别看着他们披着法服，但是他们拿着弓箭呢，是恶人，不是好人。就是他们拿着弓箭就要伤害众生，是喜欢做恶事的，恶战头喽，就是恶人。虽然披着法服啊，为什么拿弓箭呢？”
所以没有悲悯心，是讷心。向往佛说僧人，见袈裟一向只是慈悲本呐。只要看他见现袈裟像，披袈裟人是以慈悲为本呐。他们一定是皈依佛的，一定是难民众生的。你勿怀疑，说你呀、啊，不要疑虑，把你的心呐、啊，一应数舍心，你不要慌乱，把你心舍好。披此法衣人，欲渡生死海，他们都要要聊生死的，怎么会来伤害咱们呢？你这个大象王啊！就说是、啊、这些披袈裟的人是慈悲为根本的，不会恼害众生的。说你不要担心，不要担心。十旃陀罗即独见弯弓审射众象王心。啊，这几个旃陀罗人呢，拿弓箭呢，神射的项王的部位，一下子就射中了项王心了。母象见之，举身号跳，悲哀更衣啊，以送白眼。母象看把这项王把的射还射中了，还没有死呢，没有死呢，母象就嚎啕痛哭，大声悲哀的意思，说披此法衣人，一应定归佛，为一随寂静啊，怀毒讷心，而怀毒讷心，应受他彼身。命其命根断，灭此缘令尽，以摄天身过。这母象就跟象王说：“说他虽然披着法衣，可能皈依佛的，看着样子威仪很寂静，但心可很坏，怀着是毒讷心。说象王，你把他们踏死。”应受他彼身，那以项王的力量，这得一发威，他来了这几个人，一定被项王踏死了，把这个怨恨呢、啊、消灭掉，因为呢，以射天神过，人母象对象说，都射到你的，已经射到你身上了，你还把他们当成慈悲人，错了。要马上把他们踏死，踏彼身，令他命根断，把我们这怨恨呢就消除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射箭伤害你了。是大象王以送答曰：“他对这母象说，宁恕舍生命啊，不应生恶心呐、啊。”说你呀、啊，舍生命没关系，不要生那个心。彼虽怀诈心，说他们是欺诈的，这心呢是欺诈的心，但是他们又是佛弟子，人都披袈裟衣了，又是佛弟子。说有智慧的人，不要把生命看得很重，智者非为命啊。有智慧人把生命看得很淡呢，而坏清净心。不要把我们清净心坏掉。唯独有助有情，
因为要度一切众生，有情众生，常习菩萨行。常要修菩萨道。舍生命没关系，不要生心恶心，这是相劝母相，说千万不要生恶心。舍生命可以，不要起恶念。说他们虽然是怀着欺诈心，但是他是佛弟子啊，我们披着那个袈裟的关系，但是他们不是真佛子啊，是欺诈的。那相王也把他们当成佛祖，因为他外相相似，他现在外相披着袈裟，外相相似。不要因为这个生命把我们清净坏了，是吧？要度一切众生，常怀着菩提心。这卷道、这卷度、这卷话呀，今天是引着的。我就想，它是像啊，不是人呢、啊。怎能跟人对话呢？但这段话是跟母象说的，可以呀、啊。但是对着人说呀，你看下文啊，十大象王心生悲悯，他生起悲悯心，许问人曰：“汝何所需呀、啊？为什么你要射我？你想要什么东西？”比人答曰：“欲须汝牙，是想要你的牙。”项王欢喜，几次拔牙，是给斩陀罗，拔了一次。我说这段话谁能翻译啊？这些象为什么能做人言？这是第一点，而这相王所说的话呢，简直是菩萨，在他已经被毒箭射中，还能这样慈悲，问他们：“你为什么要射我？想要什么？”那些战斗人说：“我想要你的牙。”说在射你，项王跟他说了：“要我牙，我是无有分恨，没有贪吝，把牙给你。”那项王自己把牙拔下来，给这些个讷人了。愿此师父，让我把牙供给你啊，灭一些众生烦恼病。这个项王简直大菩萨了。菩萨化现的，这相王生悲悯心，你为了这个来杀我，是想要我的牙。善男子，佛跟地藏王菩萨呀，当官入世过去的相王，这相王都得出生道去了，随着无暇暇满的这旁生道，但是他发到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，他要想求把他的生命气舍，无吝啬，不报复，显什么呢？尊重做袈裟人。就因为这几个讷人，他披着袈裟，不但不加怨，也不加报复，还要给他施舍给他。
这就很难了，很难了，再想要闻着佛经，听闻正法，这上讲无暇，就是八无暇身，八无暇，这个我们平常大家可能都学过，这个多闻一闻，多听一听，有好处的。断绝八无暇，众生的恶造的恶业，堕到地狱去了，堕到地狱苦，不像人间。人间受刑嘛，有时候受，有时候不受。堕到地狱去了，八无暇就是没有断的时候，没有闲暇的时候。那你没有机会说闻法呀，能见到佛经啊，都没有了。说地狱是最苦最苦的了，恶业所感的果，造的恶业人所感的果，也八难呐。八难的出在《掌恶寒经》里头啊，《掌恶寒经》里头，《恶寒经》说的这也说的很多。地狱道、恶鬼道，怎么说？说遇见鬼了，你遇不到；遇见鬼是一般的鬼，不是恶鬼道。恶鬼你遇不到，业重的，堕到恶鬼道，闻不见水，水的名字都闻不到，看不见水。名字都听不到，哪见着水呢？渴。为什么恶鬼口里冒火呀？没有水分，干烧。那个恶鬼道的业轻一点的人，比前头恶鬼啊，重罪恶鬼轻一点，他在人间呢，吃人的冷血呀。人丢的垃圾东西呀、看那医院呢、丢的那些个人的血液呀、你看，他吃这个东西，他吃人的粪便呢，能吃到粪便的，比那前一的人，业重的恶鬼又好一点，业轻的恶鬼呢，有时候他能遇到。说为什么咱们吃饭要施食啊？不是渡恶鬼的了，渡恶鬼的了。他难得有时候一饱，我这么天天一天吃三顿，他可以天天来吧？他哪有这种福报？没有这种福报，那能有这种福报的，那是破戒的和尚吧？他堕到恶鬼道去了。他能感到这种佛吗？不是一般的恶鬼能得到咱们的施食啊，这个念很多咒，施食还要念咒啊，念很多咒消他的业障，让他能吃的。第三个是畜生道，那三个恶鬼里头分三，畜生的种类很不一样，从此来啊，咱们举个例吧。刚才我说象说话，马跟马说话，我们在那个走西藏那个路上骑马，那火车现在修的了，我那时候没有。那时候也没得飞机，到西藏只有骑马、骑牛，那都不容易了。骑马、骑牛不容易了。罗浮向我们讲，他说这个马呀，头几天他说，他夜满了，他快要死了，他说师傅你不要骑的这个马，用它驮垛子吧。因为他给我背到那个马身上，
那个罗夫啊，听见这个马说话，说他夜要满了，快要死了，说你骑上他，他半路突然死了，把你摔跟头还不说，完了时候，那么就没有这匹马了。说今天呢，你多出几个钱儿，多雇一匹马，那怕这个马死了。我听见很奇怪，我说你怎么听到他说话啊？他说我们都睡在马跟前嘛，等这个马跟那个马说，说我夜满了，我要死了。我听见就听见了，没有相信，没有相信啊！人家罗夫瞎编，我怎么想呢？他让我多出几钱，多雇一匹马而已。那一个马从此站到下一站只有60华里，大概能走6个小时的样子。因为到那得把马放，嗨，到了下一站，那个马真死了。那这马说话，那就是真的了，他说明出来，说畜生的泪呀、不一样，随各因的受报。狗算不上畜生。头几天我看那个电视上，宠物展览，一人抱个小狗，把那狗啊，当他给他儿女还干什么？宠物展览，我说这些畜生又是一类的众生了。这一类畜生，他什么道都这类畜生，他享受的不错，还是有福报，但是畜生啊，他不会被伤害的。这些个那些小宠物小狗小猫，那养的时候，把它耐乎得很，说畜生的种种类类不一样的，那都是人家需养的，让畜生吃的很好，享受很好。说我看见的畜生比人享受的好。我在西藏在布德拉宫倒来的马，一马一夫，一个马一个人来照顾他，一天给他洗澡，倒来从来不起的，他出门是不是轿子的，为什么还养马？那马吃什么？有吃贝母，这贝母是川贝了，是都出产在西藏。马吃贝母，贝母在西药铺里大家知道，治咳嗽的很贵啊。我跟他们拿了一把一把给那马吃，这马有福报，但是它多到畜生。有些马像那个织柴的那马，一天到到晚，都是畜生，不同的。所以说。出生道理很复杂，还受长寿天，长寿天，既然叫长寿天，寿命很长的，这三界的第四三天，他没有思想，没想无想，是心想不行，没有心想。在这鱼类里头，鱼比虾界里头，有的活上1000年的，那乌龟，有些海龟寿命很长，剁都到了，剁到畜生道去了。畜生道能见佛吗？能闻着法吗？长寿天寿长又有什么用处？生到边地不闻那佛法。生的处所不好，寿命很长，
还有一种呢，盲聋喑哑。编的时候，我在西藏，人家说有一个人寿命很长，他不知道自己岁数。我邀几个道友们去看他，问他什么时候生的呀？我们现在拉萨第几辈达赖了？印何都不知道，印什么都知道。他跟那个牛羊马一样的，只知道水好草好，哪个山坡草好，就把他的牲口撂到山坡去了。我问他什么时候生的？他说恐怕乾隆，恐怕就是国王。我乾隆国王时候生的。那家里头呢？他下一代一代都死光了，就剩他一个人，一个人。他跟那个牛马，哪地儿水草好，摇着牛，摇着那马就去了。他吃呢，吃牛奶，吃牛奶，或者喝马奶，吃羊肉，杀羊，羊皮羊自己杀自己种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说这个人这种样人呢，寿命很长，他活着干什么呢？他边地永远闻不到佛法。人盲聋喑哑，但是还有一种八难中还试着变聪，聪明是成聪明。学那些个不正当的事儿，越是聪明人，越做坏事儿。那聪明反被聪明误，或者学外道经典。我说这话可人家不耐听的了，发明杀人的利器，多聪明啊！那这个业造得多大呀？都知道，过去一刀杀一个人或者杀几个人，现在一个炸弹一个原子弹下来，多少万人，还有好多畜生呢，不管人类啊，这是难呐，这叫难，八难嘛，生到佛前，生到佛后，咱们就是啊，咱生到佛后，也生到佛前。弥勒佛前，释迦牟尼后，不遇佛。不过现在咱们有经书，咱们有相，有三宝相。他翻过了八难，住在善处，出生在中国。这个中国不是咱们有中国的中国啊。哪儿有佛法，你出生在哪地方，哪个就叫中国。对，以佛法为善处。那为什么咱们说要求生极乐世界啊？他没有这八难还不说，他永远的见佛闻法呀。第二个呢，住善处，一直善人。有佛在世之佛，没佛在世是遇见僧人，有僧人跟僧人住处，那就自己出家，发正愿。正愿就政治正见，就得许之善根的。如果过去是没有善根的人，办不到的。我这个相王，他是出生旁生道的，出生道的，但是他过去发的求佛无上正等正觉的心，他对他生命没有吝惜，不是给这些恶人了，没有怨恨。那人呢，不入畜生。这里出生呢，人就不离出生。言未来世有刹帝利旃陀罗王，宰官居士长者沙门
破了门等，斩头了人，时日于此。这些个斩头了人的人，实实在在的很愚昧，没有智慧。但是他因为自己骄慢的不得了，怀聪明慢，所做的事儿，所有的言辞，谄曲虚诈，欺诳世间，不见不为后世的苦果。这些人都不信因果呀，他为什么？他连信都不信，所以他就不怕后世因果。与贵哪法出家者，像这类人皈依到我佛教中来，以我法出家呢，能还是法器吗？也有好的，好的嘛要作为法器，不好的非法器。在我弟子当中，恼难、喝骂、鞭杖、捶打其身，毁必牢狱，乃至断命。那这个哪占头了王、哪宰官、哪居士婆罗门等，把我的弟子啊给卸毙牢狱，乃至断命。这样的呢，犯了过去大罪，过去造大罪，现在造大罪，过去的哪因敢现在哪果，这个哪果又延续到未来，未来到什么地儿去？到地狱去，当去无间地狱。善根断灭，焚烧香去。凡是有智慧的，要远离这些个，叫哪罗刹、哪国王那些。这里头所说的法器，是法器非法器，就是持戒的弟子，就是法器。不是弟子就非法器，非法器就是破戒的人，于此做这些个的，明明是于此，他因为他有智慧；明明是哪人，他因为他是善人，就是颠倒啊，他都对比丘、喝骂、宰罚，做种种的危害三宝的罪孽，比即若入室罪，做了这些的种种的罪孽，除怀闹慢、骄闹、自满，还因为自己了不起，诓惑世间，就是欺骗。自称我等以及无上正等菩提，我是大乘，当得作佛。明明是占陀罗恼害众生，是哪罗刹要下地狱，他还说他是行的是正道，还说他是正等菩提，他说他是学大乘的，这类人有没有？现在很多，不但有，而且很多。譬如有人，假设有人呢，自挑其目，自己把自己眼睛挑了，挑了成瞎子了，
什么也看不见了。而且他给人家当向导，说他给导师，算一些大众的登山呢、干啥，作为导师，能有这样的吗？无有是处。就说这佛跟地藏王菩萨说呀，说那些个刹帝利呀、婆罗门呐、旃陀罗，就像那个自己把自己眼睛挑了。他说他领导别人，指导别人，还给别人当老师，就是欺骗，完全是假的，诓惑世间呢，欺骗人的。因为来世，我当时跟地藏王菩萨说呀，在未来的时间呢，像这类的刹陀罗王、宰官居士、长者、萨门、婆罗门等旃陀罗人，也就是这样，自己把自己眼睛挑了，明明是瞎子了，还要领人家去登山导游。我自己谤毁三宝，毁灭三宝，完了自己还说自己一定能成佛，信他的一定能成佛，这人有没有？我们大家都感觉到啊。你对佛法的出家人，真正的法器，也有假的，也有非法器。恼乱喝骂，你鞭杖抽打其身，或者关牢狱，那就断他的命。一切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诸佛，犯诸大罪。说在三世佛前呢，犯了这大大的罪呢，善根断灭了。焚烧香穴，焚烧就是那无名的业障的火，香穴不断。这个是一切有智慧的人，不是假聪明啊，是真智慧。一切有真智慧的人，绝当远离。那这些个造罪的人，如是这样做的人，决定堕地狱，趋向无间地狱。因为比丘造作如是重罪了，造这样罪，他还诓惑世间，还闹慢，还欺骗，还成他得到了无求得的无上正等菩提。我看见小很多书记啊，就这类人做的很多书，邪知邪见，谤毁正法，诓惑世间，他就有这些旃陀罗前生的福报，帮助他弘扬邪知邪见，那前生的福报呢，今生就把他荡尽无余啊，都把他荡光了。我说他骄慢不得了，毁谤正法，把佛的正法，他说非正法，把他的邪法说成是正法。我不知道大家遇见过没有，我遇见不少，遇见不少。咱都专门一个三昧耶，乃传那个传大法的，大法的，大法。他也没去学学，也不知道连做坛城还不会做呢，他给叫做那个修那密宗的
无上灭啊，什么说的多大，他的门还没入。